既然今麦少强已经确定，伊是我甲叶文聪的后生，那你真简单啊！我想要拨乱反正。第一，把叶少峰这个不属于叶家的子孙赶出去，一边害股份财产拢留给少强。第二，把高云雀这个白见晓的走人赶出叶家，伊根本就无资格，人人叫伊叶夫人，更加无资格做叶家媳妇。伊头一个生后生，就毋是伊甲叶文聪同齐生啊。第二个生出来就死啊。第三个叶芊芊根本毋知影人，要较早就应该甲这个罪人赶出去啊。看起来恁两个哦，观念真正差真侪呢。太多你讲遐两点，我不但做袂到，而且我听起来我阁感觉真好笑。我讲的是实情尔，敢讲你无要认同？认同啊，我当然嘛认同。表面上看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阮业界的人唔是干那看表面尔，人情留一线，了好相看。阿妈自细汉就教阮，爱重情重义，爱感恩惜福。所以就算讲阮大哥讲无真正血缘关系，阿妈将阮家当作是亲孙来看待，这是永远无可能改变的。阿妈安尼做叫做虚伪，伊大汉孙就唔是家己后生生呀。新妇甲伊客兄蔡木林私底下安尼偷懒暗去，伊嘛当作无看的。我嘛相信，伊这么侪年来，无一句怨言，敢是真的。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哪会当化解阿妈心中的怨恨，嘛会当阿妈无啥这么假啊！啊，真正的啦！我讲什么款的人哦，伊眼中看到就是什么款的世界。你阿妈的眼中，伊看到的，是阿姨还佫有大哥，因这么侪年来为着阮叶家打拼的祖先，这情分，这嘛是永远无可能改变的祖先。好啊，既然无想要答应我，那呢，只好甲你动手啊！马上对高云雀、叶少峰动手。哎，稍等一下。我讲真正少年嘞，我要跟我娘动手啊！既然你已经选择要对叶少峰、高云雀忍心，那呢，我只好对你较残忍的啊！你是阿妈的正孙，我接抱你，伊心内才会感觉痛苦，伊心内痛苦，伊才会当体会当年我失去囡仔迄款痛苦。你竟然痛苦了！好，要不要我去坐车？想讲你甲少强感情好，我就会心疼你啊。歹势，我唔把你想过啊。你三番两次想要提我一命，他都给我拖在涂骹，生刷呢。我是代言讲你是少强的亲生妈妈，我无甲你计较。你讲叶家安怎？虚伪哦，真正虚伪人是你。善良才是阿妈自细汉对阮的教示。我拍电话哦，打你进前，你甲我听好清楚，我唔是苏家做的。你伫伤害阮叶家，我无找你算账，迄是因为我看在少强的面子上，啊，若无你早就出代志啊！你要见你的后生啊，我嘛要见祖先，甲我做伙大汉的兄弟啊！赶快，你若是会当教阮叶家好好斗阵，你不但会当得到少强的尊重，我嘛愿意叫你一声阿姨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敢继续伤害阮叶家任何一个人，我绝对用你的头割你的皮！加倍行李，不是咱才试看吗？